Hello，大家好，我是晨晨妈。今天呢，来教大家勾这种非常简单的，但是又很实用的这个耳机线或者是速记线的一个收纳环。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这样来收纳的。这里呢，系了一个扣子。它是这样来扣的。我们平常呢，这个耳机线和速记线不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给它这样扣起来，这样呢，一可以起到收纳的作用，第二呢，也非常的漂亮。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把速记线、耳机线放到包包里的时候呢，这样呢，可以呢，不让它呢，太凌乱啊。好，今天呢，就来教大家勾这一款耳机线或者是速记线的一个收纳环。那这个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那我觉得呢，特别适合新手朋友，拿来练练手。就是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零线、余线，都拿出来练一练。那这个呢，要的线呢也不多，也非常简单，很快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织好。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学习。好，我们先把它呢扣起来。这个线呢，大家可以用家里的鱼线。那我这里呢，我用的是这个无骨的牛奶棉。那我们看一下它需要的工具：2.5的钩针、剪刀、这个大小的缝合针，还有呢一些这样的扣子，这样的扣子。那这根小的缝合针呢，就是为了缝这个扣子用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它采用的呢是这个起辫子针的方法。我们在线的一头先这样系个扣。我们要起四个辫子针，一、二、三、四，好。四个辫子针起好了之后呢，我们按住我们的第四个辫子针，然后呢再勾一个辫子针当做起立针。好，我们在第四个辫子针里面勾一个短针。好，还是在这个针目里面，还是在刚才按住的这个针目里面呢，我们再勾一个短针，也就是呢我们在第一针里面勾了两个短针，因为我们要加针。好，那下一个针目呢，我们也是勾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好，现在我们就剩下最后一针了。那最后一针呢，我们同样要加针，勾两个短针。好，这样呢，我们完成了第一行，我们完成了第一行，那一共呢有六针，一共有六针。好，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行，我们先立一个起立针。好，把我们的织物呢反过来，我们在第一针里面还要加针，勾两个短针，在第一针里面勾两个短针。第一针里面我们要勾两个短针。好，第二针呢，一个短针，第三针一个短针，第四针也是一个短针，第五针还是一个短针。好，最后一针，最后一针呢，我们要加针。那我们新手朋友呢，如果在勾的时候你找不到第一针呢，我们开始呢，要做上记号。好，我们新手朋友可以做上记号。这是我们的第一针，我们要在这里呢勾两个短针。好，这是我们的第二行，我们在两侧呢分别又加了一针，那也就是这一行呢应该有八针。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三行，立一个起立针，反过来。那现在从第三行开始呢，我们就是
不加不减的往上勾，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那么每一行呢都是八针，这个非常简单，全部都是短针。这个整个收纳环呢，它全部都是短针。1、2、3、4、5、6、7。八，好，这是我们的第三行。好，我们又呢立一个辫子针，反过来，又是呢每一行，每一针里面都是勾一个短针。每一针目里面都勾一个短针，不加不减，每一行呢都是这样的。从我们的第三行开始，每一行都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呢就一直这样重复的，不断的勾啊，一直重复这样勾。那我们要勾多勾几行呢？那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的情况来定。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是这种数据线，它比较粗的话啊，那可能我们要这个多勾几行。那如果是我们的耳机线呢？耳机线因为它比较细，那我们就可以呢少勾几行。那勾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呢把我们的织，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耳机线或者是数据线放在我们勾的这个织物上比一下，看看我们需要多长。好，大家呢先这样勾，可以呢先勾这样12行左右勾到12行左右呢，我们就可以比一下。比一下，看看我们这个呢需要多长。好，我已经呢勾完了有12行，就是呢我们从第三行开始往上面呢又勾了12行不加不减的这个短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线来比一下。好，我们先试一下这个耳机线。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如果是耳机线的话，那勾这么长的就足够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停下来，开始勾这个留扣眼的部分啊。大家呢可以比一下自己的线。那如果我们是要勾数据线的话，我们也可以比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拆开。好，如果是数据线，好。如果是数据线的话，那我们就会这个看样子呢还少了一些。如果是数据线，那我们就多勾两圈多勾两行也可以。好，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把它扣上。那我们这里就再多勾两行。好，再多勾两行的不加不减的短针。同样的，把织物反过来，每一针呢都是勾短针。每一行呢都是八针。好，又立一个起立针。反过来再勾一行，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勾这个留扣眼的部分。好，现在呢，我们开始勾这个扣眼部分。我们同样的呢，先立一个起立针，把织物呢反过来。好，我们在第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二针一个短针，第三针一个短针。好，我们勾完了三针之后呢，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留这个扣眼了。好，勾完了三针之后，我们勾三个变质针，一、二、三。好，勾了三个变质针之后呢，底下我们空两针，一、二，我们在第三针里面。好，大家看清楚，空一针，空两针。好，我们在第三针里面勾短针，一个短针。好，继续下一个针目。一个短针，再下一个针目呢，也是一个短针。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八针呢，我们是这样的啊，这边呢右边勾了三针，左边呢勾了三针，中间呢空了两针。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勾了三个变质针啊。那我觉得呢，这个收纳环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小一点的扣子呢，会更好看一点。好，那我们呢可以这里。勾三个变质针，如果你的扣子还更小的话，你这里呢也可以勾两个变质针，也可以。好，我们的扣眼呢留好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下一行，先立一个起立针，把织物呢反过来。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减针，我们要在这个织物的两侧呢分别减一针。好，我们伸到第一个针目里面。好，挑出线，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伸到下一个针目里面，再挑出线。好，钩针上呢有三个线圈，一次拖过。那这样呢，我们就减了一针。好，那接下来这一针呢，还是不加不减。好，中间扣眼里面，我们还是只勾两针。好，下一针，一个短针。好，我们还剩下两针了。那么这两针呢，我们也要减针。好，我们再伸到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出线，一次带过三个线圈。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两侧呢分别减了一针，把八针呢变成了六针。好，我们继续下一行，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行。我们先立一个起立针，把织物反过来。那最后一行呢，我们还要减针，同样在两侧呢分别减一针。好，方法是相同的。再伸到下一针里面。好，我们钩针上呢有三个线圈，我们呢一次带过三个线圈。好，这样就减掉一针。好，中间的不变，不加不减。中间钩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好，这样呢我们就还剩下两针了，同样把这两针呢并为一针。好，这样呢我们就把六针呢变成了四针。好，跟这一头呢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开始呢起的呢也是四针。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再勾一个辫子，把线头呢拉长剪断。好，现在我们就可以长线头了，要用到我们的大号的缝合针。两侧的线头呢，我们都要长一下，方法呢是一样的。好，多余的我们把它剪掉。那这边的线头呢，也是一样的，也把它藏起来。好，多余线头也把它剪掉。
那这个环呢，基本上就快要完成了。现在呢，我们就差一个扣子了。好，那现在我们来确定一下这个扣子的位置。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数据线包起来。好，看看呢，我们大概呢扣子要在哪个地方？好，应该是在中间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下。那这个扣子呢，缝扣子的方法呢，很简单，就像平常，家里给衣服缝扣子一样。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找到了扣眼的位置之后，找到了扣眼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就用平常的方法呢把它扣起来，把它缝起来，把这个扣子呢缝起来。那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大家自己缝一下。好，我的扣子呢已经缝好了，那我们这个收纳环呢就等于是全部完成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线呢把它拿出来试一下。好，这个耳机线呢就有点松。刚才我们试的是数据线，好，那这样呢就可以了。